以往这一尊呢，主起的人是第一多的，大家一看到不空坚守观音菩萨的护摩法会，都会很踊跃的报名主起，因为他最主要是不空。为什么不空？就所求不空，你求的绝对有，而且不会没有，所以才叫不空坚守观音菩萨。这尊护摩主起的最多，那你们如果修空成就的，就不用主起。那你们要想要求什么的，还是要主起。完全无所求的，自己认为说我已经无所求了，那就不用主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